那么每一轮我们会有三个物品啊，其中包含像蔬菜啊、水果啊、日用品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大家要用脸来进行感受。也就是说，比方说第一轮你们两个玩的话，你就要互相用脸，就蒙着眼睛去感受这个东西是什么，然后看看谁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物品猜出来，三十秒上，因为每一局是有三个物品。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没有，你没有听不懂啊？你没有明白？没听见？你没听见？那我再说一次，按个规则就好。不给你看，没有，这上面没有。哦，有那个。对，那这个是啥？就是有一个东西，然后大家用脸去感受它，蒙着眼睛，然后两个人是 PK 的关系，用脸去感受物品，然后越快猜出来越好，好不好？啊，明白了吧？好，所以第一轮我们开始喽。来吧，不是要挂上去吗？啊，一会儿会有我们的黑衣人来挂的。哎呦呦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小心小心。这小了。接下来请我们的黑衣人上眼罩。第一轮参赛的是宋亚轩、刘亚文。这个安排还可以吧？请两位把眼罩戴上。戴好了哦。对，其他两位帮忙确认一下他们是不是看得见。我会为我的假期努力的。好，戴上了。来，两位向前一步走，我们先往前面来，先往前面来，先往前面来。好，我们先往前面去。对，往前，往前，再往前一点。你们不要摸，等我们道具上好了再摸。来，黑衣人上道具吧。大家不许提示哦。对，不要不许提示，而且大家不能用手啊，只能用脸。啊，现在大家把手放在大腿的两侧，立正，站好。什么意思？小宋，立正。什么？把手放在裤缝边上，对，站好。现在不许用手。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现在不许用手哦，把手放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耳返，真的听不懂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就是现在不要用手。好的。啥也没有。这三个物品啊，真的不简单哎。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没有开始。三个都要猜出来。一次要你先把三个全部猜出来。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来。看看谁先把第一个猜出来，我们再转到下一个去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们三个这个间隔可以稍微远一些。西瓜、怎么走的呢？哎，来了！别，等等等等。好，来，等等啊，我们往后面走两步。手榴莲吗？对对对，非常好，配合我啊。然后两位，好，我们把这个放开。然后两位把手，对自己把手握住，对自己握住自己。然后两位可能有点高哈，稍微蹲下一点点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然后往中间够。这边。手够。对，互相够一下。好有什么东西呢？放屁！不对。快猜，感受一下它的味道，闻一闻。农夫士。哦、不对，对，它品种都猜出来了。你对，我尝一口，我尝一口。除了品种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我尝，不可以尝吗？感受，感受，用你们的橘子。对，哎，耀文积得一分。可以，不许拿，不许拿起来，还有，三局两胜的。好，下面请我们的黑衣人来换一个道具。接下来这个还蛮有意思的，不要动。好，来三二一，开始。拿来，我的这个地方够，好嘞，好够吧？往前一点，孙亚轩往前一点。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跟你们两位其中的一位很有关系。感受一下，这个有点难哦。口哨。对，不对，差得远着呢。樱桃。不对，这怎么可能是一个水果？葫芦，不对，生活用品，对，生活用品，厚道，
其中你们反正成员中有一位曾经说过可能想把它吃掉之类的话。桌子、手机。来，好好够一下吧，怎么可能是？哎呀，这么难啊！感受感受，用心感受啊！感受一下，是什么东西？不要碰，不要碰，手不能碰。我耳麦，碰不到。对，生活用品。我提示一下吧，它的材质是塑料。我知道是塑料。提示一下，跟水有关。鸭子。鸭子。你好聪明。跟水有关。这是一个塑料做的鸭子吗？对。哦。塑料球。对。羊球。对。没有关。拿来用的。拿来用的。这些都可以用。单手就可以可持握。对。牙刷。对，牙膏。水杯，进。它里面确实可以装水。对，水杯，不进了。香皂，对。来，我们最后5秒钟啊！来，五、四、三。沐浴露，不对。二，啥呀？哎，什么呀？这个东西，就是可以看吗？你们摸一下，你们摸一下。啊！你的声音在。你摸出来了？你们上次还。买了呢，那个吧，哦，喷的，对，哦，它叫什么？它叫喷雾瓶儿，好的，独特的一种名字。OK， 那这一轮两个人不得分，目前还是1-0啊。里面有水。好，也招待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要上下一个道具了。小宋，把也招待好。为什么这么奇怪的道具啊？来来来，戴好眼罩，不许动啊！两位分开一点点。对，接下来这个，接下来这也是好猜的，来啊、哦，3、2、1，来找我的手，对我放了啊，哪儿哪儿，柠檬，哦，哦哟，这么强啊，上身可以噻，我都没碰到，我都没碰到，好，目前1-1，那我们要加一个道具来决胜了，道具稍微勉强晃悠，我都没碰到，好，来。我们黑人来加一个，这个的确是味道比较浓烈。哦，这个好戴好眼罩啊！我不往前一步。没有，还没开始。没有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怎么还有刺儿啊？特别好猜。接下来就有点难了。这个有刺儿啊！有刺儿啊！这个特别好猜。这个小心啊！这个会动。行，来吧，你们俩往后退。好，来，到这儿。决胜局啊！对，是上往后退，上往后退。对，到这儿。来，3、2、1，碰到了。哇！香蕉，香梨，对，芒果，对，啊，这猜了。芒果，甘蔗，对，甘蔗，火龙果，对。可以啊，小宋同学，来，火龙果，摘下你们的眼罩。我还知道它是红心的。哟，红心的，这个不一定。不要凡尔赛。哦，真的。不一定，还真的有可能是红心的。拿一刀切开，看看是不是红心儿。好，所以我们第一轮比赛的胜出者是宋亚轩同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眼罩互换到我们的小贺同学和严重的身上。今天无论如何，脸上都会有艳丽的一幕。开始唱，不会的。小轩，放在这儿，帮他弄一下刘海。对，我的刘海非常重要。好，戴好眼罩了是不是？对，戴好了。好，请我们的黑人上道具。大家不要提示哦，不要提示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。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好，都戴好了啊，戴好了。等，不许碰。来，下面不要提醒哦。哇！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哇！哇！用脸感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猜猜，闻一闻。好吃的，柠檬。好吃的柠檬。柠檬，请苹果。橘子。哎，刚谁说苹果？橘子。可以。严浩翔，积德1分。苹果。哇，下一个是什么？好，大家要小心啊，来先往旁边站，接下来是一个庞然大物。
来，两位，我们往中间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靠拢。妈呀！哇，骨肉，哇！来，等等啊！来，两位找一找，找一找。不要闻啊，不要闻，哎。找到了吗？来，等等啊，我们安静一下。对，真的没有是吧？有的是的。哎，用你们俩的脸。对，别碰到，这有啥呀？有，是有的。走不动。纸，这样你们两个吸油纸，我的手在这里啊，然后往中间努力的够。不是，我提醒一下，它的体积比较小，特别小，是一个仙女果，啥玩意儿？它的体积跟仙女果差不多。来，咱们那个叫荔枝，过来一点，两位过来，就在我的手中间。哎，荔枝接近了啊，好接近啊，这样吧，大家来闻一闻，荔枝确实接近了，为什么？这边花籽，花生，哎，再让我闻一闻呢，接近了哟。你往前一点，瓜子，毛豆，然后想往前一点，毛豆，这东西现场坚果，现场就有很多，啊、再来碰一下，现场就有很多。啊，那个麦的那个罩是吗？对，体积倒是差不多，它是可以吃的，我再来提醒一下。吃了吧，直接。啊，跟台下的各位有一些关系哦。活跃，他是圆的粉丝吗？哎呀，其实。大家饿了是不是？再想一想，圆的。号码球，气死我了！麻我三个字，四冰淇淋，脆脆的三焦糖口味儿，布丁口香糖一蔗糖不对，什么爆米花？既然难到了你们，太小了，可能是。这太小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上下一个，先把眼罩戴好。上个啥出来？猜不出来啊！先把眼罩戴好，这个太小了。先把眼罩戴好，我们上下一个。好，目前还是梁浩翔领先啊。我其实闻到味道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又很熟悉。是焦糖纸玩儿，加油哦！最后一个东西了，就收，就是纸玩儿，就是吧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像比你们难一些哦。是的。来，我们开始吧，够看。好，太少了。来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拿那个钱要证一下。对，吃不了，夹一下，吃不了。往我这边夹一下。面包。不是吃的。小，这是别人用过的吗？不要碰。这。头发。头发。来，好。对。再猜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那个，阿斯球。对，差一点，接近了。球。哎，我不差一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个洗澡的时候的那个。叫什么？搓澡球。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搓澡球。搓澡球。搓澡球。谁说？谁先说的？搓澡球提醒。啊？什么？为什么搓澡巾不算啊？是搓澡巾提醒了我一下。还有这种好事？那现在就是1-1打平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行了。那我们再上一个，对，最后上一个决胜啊！好焦灼，戴好眼罩哦，要换道具了。来，不要摸了。哇，你们真的好难哦！来，我们开始体验。这也是个好东西。你要第一，这是可以吃的哟。这是西兰花。哎呦，可以啊！好，所以恭喜这一轮的获胜者是严浩翔。好，所以接下来是，因为西兰花的味儿真的不一样。对。花菜呢？花菜没它那么甜。你闻到味儿了？哦，我连味儿都没闻到。味儿。对，所以大家有窍门的啊。对。好，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决胜的 PK 就是宋亚轩和严浩翔，请你们两位。上班了，你们的脸上会很美。三天假，耶，来了，来戴好眼罩。我爱上班，我们就是喜欢工作。
我给别的，哎，为三天的假期而奋斗。到时候好，带上我不休，到时候我有三天假，哎，对，就是不休，就是玩。酸酸的两个人旁边，好，来，好，来，两位向这个这边一步，对，你来过去，开始了。来来来，你们先快过去，你们先快过去，这样才能体会到，要不然马上就要猜出来了。安全带，过去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接近了，接近了，有那味儿。鸵鸟蛋。对对对，接近了，接近了。那不是鸡蛋。对对对，接近了。鹅蛋。接近了。鸭蛋。接近了。怎么会是鹅蛋？是什么？旁边哪会倒过来？开玩笑，不可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孙安轩碰到什么地板就尖叫。李浩翔，快说出你的答案，什么东西？比如眼镜。哎呦，可以吧？还有出战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好，一比零啊！我碰到了这个。哎，我发现李浩翔玩游戏真的好厉害。我是弄到了这儿。对，给我喊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别理他。好，来，我们把眼罩戴好，把眼罩戴好。接下来，请我们的黑衣人啊，很关键的本场的一个小赛点。哦，这个有点难。行，哎，干嘛？不要碰，不要碰，不要碰，不要碰。换一个，换一个。你碰到了吗？是你专辑。那这个不算啊，因为他刚碰到了。借此机会，等等，对，大家是不是还没有进？来演一下，来，借此机会。对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趁今天这个机会。是你专辑。把它打开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这边是照片，这边是团的照片。实体专辑的实打开的话，哇，哎，碟呢？在里面。二啊，这是我们的那个音乐的碟。对。然后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，哇，好多东西哦。还有这个歌词纸，就是这个。全都纸，这玩意儿可以这么揉。哦，那是环保纸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扔进去当爆米花用。哦。是不是泄露了？哎，还有这样换种小玩具。哇，里面还有很多好看的小照片、小卡。哇哦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？想想看。当然还有一个变色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啊？哇，好好看的照片。这个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好可爱，这个贴纸。贴纸。这个有点害羞的，哎，寄给大家看不在场的三位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可以。张哥，哎，张哥，正好上。其他说起来，我们有点悬念，对对对。回笑，回笑。对，就给大家看那个。太羞耻。来，给大家好好的看一看。好可爱呀！可爱吗？哇，真可爱，是可爱的。所以大家。我们现在还在预售当中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如果赶紧啊！是的。好，所以现在是还是严浩翔领先啊，一比零。马上我们马哥把好，我们下一个。很可爱。好，这个我们先放进来好了。先放进来。对，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的 DIY， 有很多好玩的小东西。坐等收获吧。对。好，要玩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请两位戴好眼罩。玩偶。对了，对了。要说出他的名字。我先扣一下，扣一下。猜一猜，猜一猜。开始尖叫了。答案。我觉得严浩翔真的很会。很熟的一个东西。爆米花了。是不是？再猜，再猜。好了，我不能提示了啊，看看你们自己猜了。对，用你们的各个，除了手的各个部位去感受它。三个字就可以了。哦，等等，孙亚轩好魔性。皮卡丘。牛要闻到了。什么？感受出来了吗？皮卡丘。不对。牛要闻。布林。好，你们不要说话了啊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不许不用说。清风吗？你还不还能了？啊！是什么？动物相关的，是。我不能再提示了，大家不能提示啊、哦。怎么喊我的名字？我又不是。玩偶。好，是你要闻的玩偶呢。
快点，我们要倒计时了。如果你猜不出来，就严浩翔获胜了。剩你啥？提起三个是吧？对，不能不能不能再提了。留下我！这个你真的感受不出来吗？真的有点难哈。留下我！留下我！这个是，对，快再去感受一下。来，四个字，动物相关四个字，快。动物世界，我知道了。动物世界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再给我两秒。二，你得两百秒。这个真的很容易啊，动物相关四个字。真的，给你三个字，可以放心。别抢住爱情。嗨，奥翔，恭喜你回答正确！又赢了，太可以，这边蹭来蹭去，啥都蹭不出来了。所以，这位兄弟，你离三天假期非常的近，我想计划一下，我看看，我计划一下。对，你现在等等，我现在还要挑战一个三三的弟弟，不是，我还要挑战三。对，你要是赢了他，你这个就稳了。对，还得跟那。对你就可以画他们三个，如果说你输了的话，那你们就全军覆灭了。我帮大家挣这个三天假期，可以是不是？可以。换自己，换自己，大家一起挣三天吗？什么？换自己啊？刚不是说大家一起三天吗？可以换自己啊？三天假期是自己的。好，大家要一起。我记错了，我是三天，我还是大家一起，对吧？一起是吗？一起，一起对吧？一起。我做不了这组了，不要难为。呼声再高一些，问一下，问一下。那接下来这样吧，我接下来先把三代的这个弟弟请上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有请。你现在压力大不大？压力大吗？好啊，好，那接下来把那个宋亚轩，你把你的眼罩，宋亚轩，你把你的眼罩给小朱同学戴上。所以你清楚这个规则吧，大家都要被画的吗？是评论的话你画他们三个就可以了，好吧。好，来，请戴上眼罩。这是他们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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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，请两位我们站到这个中央。哎，小猪，对，站到这边，再往右边去一点，再往右边去一点。好，你这样看一下，再往右边去，再往右边去。喂，你好，刘董啊，来，请我们的黑衣人上场。开始调皮了，有人啊？什么？好哦，这个东西也是不太容易啊。那个，不要说话，这个说实话我真的猜不到，除非你让我吃一口。来，两位往中间来啊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当时一直在吃，对对，你要去够它，那你应该猜不到。这个东西在南方很有，但是如果把它挤爆了的话，他们就很惨。我怀疑一会儿严浩翔会皮皮咬他一口啊！辣椒，哇！辣椒，等一下，辣椒，椒椒什么椒？灯笼椒，朝天椒。倒是没有那么厉害，不过我觉得他这个算对，对对，还有继续，还有张大豪，闻到味儿了，这个味儿就来了，很关键哦。辣椒，严浩翔，看你的哦，可以可以。来，小猪同学也把这个眼罩戴好。下面请我们的黑衣人换道具。这是啥呀？这个，哎呀，我们两个就错了个价。天哪！天哪！这是啥呀？卡牙龙。好，来，我这边，站过来一点。来，三二一，我的手在这儿啊，来，往中间靠。三二一，我放了啊。这是什么呀？来呀、啊、来，在哪儿？我好美呀、啊！哎，加油啊！想一想，这是什么？我好美呀、啊！一股味儿，我天！什么味儿？美味儿。杨，美味儿，美味儿，发霉味儿。杨翔，把手放下去。发酵的味道。对，可以吃。你要拼的够拼的话，咬一口。发酵的味道。麦芽的香味。哎，小猪头，小猪头。哦，哇！来，我们揭下眼罩来看一看这个小馒头。我觉得你真的好厉害啊！不是，杨浩翔，掌声送给杨浩翔，胜出了我们这场比赛。
谢谢谢谢小猪同学，谢谢小猪同学，谢谢，谢谢，先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强强啊，好，所以现在谢谢，来，我们站到中间来啊，四位，我宣布，本场的 Game King 依然是田小强。哇，你就是游戏 buff。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。就这个游戏啊，你要认真的去用力去贴着感受，那就不行，你得闻，真的得靠闻。嗯，对，你得巧用这脸上的各种五官，你的感官，那得靠药闻。对，靠药闻。他真的很认真在发表这个游戏窍门感言，不过我觉得你玩游戏真的很拼。好，恭喜你获得了我们3天的假期。其他人要不好意思了，要接受一个小小的惩罚。来，大家稍安勿躁。来，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哦，最后还有惊喜哦，要听我的话啊、哦。哎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位 Game King 来履行一下你的惩罚。我再次说啊，你有权利在他们脸上每人一笔。至于这个笔是什么样的笔，自己决定啊。好看一点吗？对，长短都可以。好看一点吗？对。那他出来帅一点。哇，这个。用这个口红，顺便补个唇色。对。用这个口红，怎么画真好看，好不好？不局限于嘴部，任何地方都可以。我想到那次，我觉得一画一会儿，虽然尖叫，好看一点是吗？对。天哪！哇，是帅！可以把它美化一下吗？哇，可以啊。哎，很好看啊。所以给我画了个王八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呀，是帅的啦！帅的，是帅的，是帅帅的。接下来要玩？不用。帅的，帅的，是帅的。一笔啊，这笔不能断，啊，自己看着办，想怎么画都可以。一笔，用一笔把他脸都画。好在宋亚轩没有赢，我想美化一下。你手有点抖，怎么感觉有点像某一个快餐店的招牌？是竹尾。哎，也是好，哎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呀！这也是好可爱。哎，我觉得杨老师还是很有美感的。是吧？好，接下来是小凤同学，你们的交情你会怎么画？只能画一笔啊，一笔啊，一笔。对，反正不能断，多长都可以。没事，那个我们之前拍那个福利的时候，我都已经被画成那个样子了。我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来吧，在他脸上写个饕餮吧。哇！哇！哎，好熟悉啊！哇！哎，好看的，好看的。这什么样子？好看。哎，尹浩翔还真的是好朋友。对，三位都很好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给你们三个拍张照。然后一会儿发微博，好不好？真拍呀！真拍呀！真发呀！真发呀！来，我们把后面这个带上吧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来个近一点，来，我们看这个。三、二、一，好的。好的，再次把掌声送给四位。这个3天的休假啊，好，那先请四位上台，我们还是补个妆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补个妆，然后稍作休息。好，大家好，辛苦啊，一会儿见。这个你拿下去吧。待会儿见，待会儿见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好，这可以拿回家吗？你又要上台上？我以为你要上去休息。对啊，那我们下去了。好，补个妆呢。